今天让我们来做一个家庭版的自制火锅芝士配菜，再来一盒精品肥牛。先挤出火锅底料，第一步先摆丸子类的道理，放自己喜欢的配菜，下肥牛，最后放腐蛋。Hello， 今天安排一顿火锅啊，在家自制的火锅。先来一口肥牛，来一大口，太好吃了。好不好吃，火锅取决于蘸料。金针菇，来一个超大的蟹棒，出软了。超满足。就这蘸料蘸鞋底子都行，再来一口。这个季节最适合在家吃火锅，绿豆腐。